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迷航的信天翁，又这么大的雾啊！拉克船长，拉克船长，坏了坏了！坏了坏了，船长坏了，船长坏了！罗比，我好着呢。冷静点，我们水手的精神就是要风雨无阻。兰克船长坏了，不是，是我们的船坏了，你快来看看吧。罗比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要勇往直前。船坏了就修好它嘛。电子系统全部失灵。哎呀，可能是电子系统故障。没关系，波比，切换手动模式，我们去最近的海港修理。是。起锚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船长，不好了，我们被魔鬼海藻缠住了。魔鬼海藻，电子系统失灵，浓雾，难道？天哪！我们在迷雾大三角，全体集合！拉克船长，呼叫宇宙护卫队！谁先到达终点，苹果就是谁的。闪电，这次我不会让你了。现在欢迎我们的完美少女彩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，很荣幸获得完美少女的称号。是闪电和流星，他们在训练吗？是，今天的训练有点特别。那我们继续采访吧。请问彩虹，你是怎么做到如此完美的？没有啦，我只是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。说得太棒了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完美少女彩虹的一天吧。有任务。等等我。是兰克船长。宇宙护卫队，我们的船开进了可怕的迷雾大三角，被魔鬼海藻缠住了。天气好的信号中断了，搜索任务坐标，目的地迷雾大三角，就是传说中很多船只消失的海域。对，情况紧急，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天气号。好，宇宙护卫队出发。闪电、流星、彩虹、风暴。闪电机车、彩虹机车、流星机车、风暴机车，出发！这里的信号受到干扰，很不稳定，大家小心，分头搜索，保持联络。是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有幸看到彩虹执行任务。小一点，找到了。看来任务有了转机。看来情况有了危机。船长，天上有什么东西？是宇宙护卫队。我们有救！汽车电子系统失灵了，切换到手动驾驶模式。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
怎么掉到海里了？掉海里了！啊！幸好是落在了船上。太好了，找到你们了！我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，前来救援。哎，彩虹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我们是分头行动的。耶，船长，我们有救了！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联系同伴，把你们带出去的。所有电子设备都受到了极强的干扰，那该怎么联系上风暴他们呢？有了，只要让小一点带着信号发射器飞到云层上面，信号也许就能发出去了。小一点，小一点，我们要完蛋了！据说还没有船能从迷雾大三角飞。看来小一点也受到了磁场干扰，还有什么办法能飞上去呢？可惜我们都是不会飞的海鸟。我们的船长也不会飞。波比，话可不能乱讲。这么说，船长你会飞？今天不适合飞行。糟了，暴风雨就要来了，我们得先把船开走。可是我们的船被魔鬼海藻缠住了，看，就在那儿。它有无数条长长的触手，被缠上的船都会被拖到海底。有人小心！我来想办法。掉下去了。这些只是马尾藻，它曾经是很危险，因为古代的帆船需要借助风力才能航行，所以一旦被这些马尾藻缠住，就只能眼睁睁地被困在大海上。其实只要把它们剪断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大家各就各位，用手动模式把船开起来。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！这是海陆军！啊，起风了，大家都精神集中！不好！兰克船长，船长，你能飞了！我当然能飞，只是需要一点风。兰克船长，原来你是信天翁。对，信天翁。信天翁需要利用海面的气流逆风起飞，并且还能在大风中保持稳定。不行，我负责上去发信号。这很危险的。为了天气好，我必须上去。不过，信号发出去要多久？至少10分钟。那么船上需要一个临时的船长来指挥。罗比，船长，其实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不过我怕我做的还不够完美。罗比，没有谁会事事完美。我希望看到的是，即使出现了问题，也能想办法解决。所以我要让彩虹来当临时船长。彩虹，你身上有这种特质。相信一个老船长的眼光。明白了，兰克船长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哈哈哈！疯了，我来了！大家稳住，听我指挥。波比，你来掌舵。是。左满舵。不好，大家跟我一起推货箱，否则船会翻掉。好，这是呼叫闪电流星，我收到了彩虹的求救信号。我们也收到了，立刻过去救援。是。海陆
彩虹的求救信号是从那里发出来的，流星闪电，那儿的信号干扰严重，很不稳定。机车启动手动驾驶模式，准备升高，拉住天际号。好。太好了，信号发出去了。我们来了。天际号最大马力，全速前进。恢复了，现在我们重新连线到了完美少女彩虹，她刚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。其实没有谁能事事完美，只要尽力去做就行了。天哪，我们冲出了迷雾大三角！哟哟，我回来了。船长，我们终于摆脱了海龙卷，这儿一点风都没有。风！拉克船长，我来接住你。波比，我在这边。想在天空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